这得多好的哥们儿啊，一天车接车送的。哎，这好像我高中同学。哥们儿啥时候都能接，美好的事物稍纵即逝。Hello， 这么巧？你是？我，你高中同学，梁白开。是你啊，我都没认出来是你。南大十八变嘛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哦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坐地铁回去就行。哎，没事，正好叙叙旧，开车来的，一起吧。哎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呦我。这是你的车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不然呢？还能租的？我发现几年没见，你怎么这么怪呢？哪里怪啊？怪漂亮。如此话来说的，你该不会对每个女孩那么说过吧？那可没有啊。嗯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嗯，还没。对了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现在做陪玩。陪玩？你在哪个平台？就脱单 APP 啊。如果你单身想脱单，可以试试左上角，里面有成熟御姐、可爱萝莉、健身女神，你喜欢的类型都有。一上线就主动给你打招呼，不仅可以陪你一起玩游戏，还能唱歌聊天。求带啊，我听过。那晚上有空吗？一起打打游戏。好啊，这要看你技术怎么样。那走吧，我送你回去，我给你系安全带。嗯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怎么，你害羞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从追到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很开心了。